1244，匈奴胡虏孤单于以其弟子日逐王解妻之，使长其众居右地。日逐王选贤胆，其父左贤王当位单于，让胡虏孤单于胡虏孤。单于许立之。国人以故颇言日逐王当位单于。日逐王素与卧眼。徐低单于有隙，即虑其众数万骑归汉。半封日逐王未归的侯，单于更立其从兄薄须堂为日逐王。云年，单于又杀先贤胆两弟，乌禅木请之不听，心悔。其后左傲监王死，单于自立其小子为傲监王刘廷。傲监贵人，共立故傲监王子为王，与俱东徙。单于遣右丞相将万骑往及之，失亡数千人，不生。时单于已立二岁，暴虐杀伐，国中不复。及太子左贤王庶产左弟贵人，左弟贵人皆怨。其明年乌桓，及匈奴东边姑系王颇的人民，单于怒。姑系王恐，即与乌禅、木及左弟贵人共立姬侯犬策卫呼韩邪单于，发左弟兵四五万人。西及沃眼渠堤单于至姑且水北。未战，沃眼渠堤单于兵败走，使人报其弟右贤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发兵助我乎？”右贤王曰：“若不爱人，杀昆弟诸贵人，各自死若楚，无来污我。”沃眼渠堤单于会自杀。左大且渠都龙齐王之右贤王所其名。众进将呼韩邪单于。是岁，神爵四年也。沃眼渠堤单于历三年而败。 PG 1245，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呼韩邪单于归挺数月，罢兵使个归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吴。私在民间者立为左谷里王，使人告右贤贵人，欲令杀右贤王。其东都龙齐与右贤王共立日逐王薄须堂为屠其单于，发兵数万人东袭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走，屠其单于还以其长子都屠吴西为左谷里王，少子姑茂楼头为右谷里王刘居丹。于庭云年秋，屠其单于使日逐王先贤胆兄右傲监王为乌界都尉，各二万骑屯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是时西方呼接王来与为离当互谋，共谗右贤王，言欲自立为乌界单于。屠其单于杀右贤王父子，后知其冤，复杀为离当户。于是呼接王恐，遂叛去，自立为呼接单于。右傲监王闻之，即自立为车离单于。乌界都未亦自立为乌界单于。反武单于，屠其单于自将兵东击车离单于，使都龙齐及乌界、乌界车离皆败，西北走，与呼接单于兵合为四万人。乌界、呼接皆去单于号，共并立尊府车离单于。屠其单于闻之，使左大将都尉将四万骑分屯东方以备呼韩携单于，自将四万骑西及车离单于。车离单于败，西北走，屠其单于即引西南刘系敦地。其明年，呼韩邪单于遣其弟右谷里王等西袭屠其单于屯兵，杀掠万余人。屠其单于闻之，即自将六万骑及呼韩邪单于行千里，未至入孤地，逢呼韩邪单于兵可四万人，合战屠其单于兵败自杀。都龙齐乃与屠其少子右谷里王姑茂楼头王归。 PG 1246，汉车离单于东将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左大将乌力屈与父呼素垒乌力温敦皆见匈奴乱，虑其众数万人南将汉，封乌力屈为新城侯，乌力温敦为益阳侯。是时，李陵子复立乌界都尉位。单于呼韩邪单于不斩之，遂复都单于庭，然众才数万人。屠
其单于从地修寻王将所主五六百骑，及杀左大且渠并骑兵。至右地自立为润镇单于在西边。其后呼韩邪单于兄左贤。王忽图无私意自立为置之古都侯单于在东边。其后二年润镇单于率其众东及置之单于。之单于与战杀之并骑兵。遂进攻呼韩邪。呼韩邪破骑兵走至之都单于亭。呼韩邪之败也，左一至兹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亦问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弃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常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志，臣是于汉卑入仙丹于为诸国所效。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一至兹曰不然，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陈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低侯单于以来，匈奴日消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是汉则安存，不是则为亡，既何以过此？诸大人相难久之。呼韩邪从其计，迎众南进塞，遣子右贤王朱楼渠堂入室，至之单于亦遣子右大将居于立受入室。是岁甘露元年也。云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元塞，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为韩昌营，发过七郡郡二千骑，未臣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祭书礼，未在诸侯王上，赞夜称臣而不明。四以冠带衣裳、黄金洗利兽、玉巨剑、佩刀、弓一张，使四发。其几时安车一乘，安乐一线，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胡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币 PG 1247。使使者到单于先行，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持阳宫，上登长平，召单于无业。其左右当户之群臣皆得列官，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臣。上登渭桥，咸万岁。单于就抵刘越于遣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吉宝汉寿将成。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击鹿塞。赵忠等留卫单于，驻诸不服，又转边谷米备，前后三万四千斛，给善其食。是岁，至之单于一遣使奉献，汉遇之甚厚。明年，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代呼韩邪时有加。明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110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已有屯兵，故不复发其未送。是至之单于以为呼韩邪将汉兵，若不能复自还，即引其众西欲攻定右地。右图其单于小弟本是呼韩邪，一王之右弟，收两兄于兵的数千人，自立为伊利木单于到冯至之合战，至之杀之，并骑兵五万余人。文汉出兵鼓助呼韩邪，即遂留居右地。自杜立不能定匈奴，乃一西进乌孙，欲与并立。遣使见小昆迷乌旧图，乌旧图见呼韩邪为汉所勇，置之王鲁欲攻之以称汉，乃杀置之使，持头送都护在所，发八千骑迎置之。置之见乌孙兵多，其使又不反，乐兵逢及乌孙破之。因北极乌皆乌皆将发骑兵西破坚昆，北将丁令并三国数遣兵
及乌孙长胜之。兼昆东去丹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至之刘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韩邪丹于副尚书，言民众困乏。汉赵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至之丹于自以道远，又怨汉勇护乎。韩邪遣使尚书求世子。汉遣古籍送之，至之杀疾。汉不知疾，因问而匈奴将者言闻欧托皆杀之。呼韩邪丹于使来，汉者不，则之甚急。明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PG 1248。丹于世子求问疾等，因涉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见丹于明，众议胜，塞下禽兽尽，丹于足以自卫，不畏治之。闻其大臣多，劝丹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昌猛即与魏盟约曰：“此今以来，汉与匈奴何谓一家？世事无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备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昌猛与丹于及大臣，俱登匈奴洛水东山，行白马。丹于已进入刀金流离脑酒已老，上丹于所破越氏王头为引气者共饮血盟。昌某还奏事公卿，一者以为丹于保塞未翻，虽欲北去，犹不能为为害。昌某善以汉国世世子孙与夷狄祖盟，令丹于得以恶言上告于天，修国家伤危重，不可得行。以前使往告辞天与解盟。昌蒙奉使无状，罪至不道，上薄其过，有赵昌蒙以熟论误解盟。其后呼韩邪进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至之既杀使者，自知复汉，又闻呼韩邪一强，恐见袭击，欲远去。惠康居王树为乌孙所困，与朱系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至之丹于困厄在外，可迎至东边，使合兵取。乌孙以立之，常无匈奴忧矣。即使使至兼昆通与至之，至之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康居一遣贵人驮他驴马数千匹迎至之。至之人众中韩道死，余才三千人到康居。其后都护甘延寿与父陈汤发兵及康居诛斩。至之与在延寿汤船。至之既诛，呼韩邪丹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夜见天子，诚以至之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及臣，以故未得至汉。今至之以伏诛，愿入朝见。”晋宁元年，丹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序，皆备于黄龙石。丹于自言愿续汉室以自清。元帝以后，公良家子王强自昭君赐丹于。丹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古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立足，以修天子人民。PG 1249。天子令下有私议，议者皆以为变。郎中侯应袭边使，以为不可。是。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捷，寇侵边境，汉兴犹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末独单于一组其中，制作公使来出未寇，是其怨又也。至孝武氏出师征伐，赤夺此地，攘之于幕北。见塞角起停碎，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的用少安。幕北地乎少草，幕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必引，从塞以南，进深山谷，往来插南。边长老言匈奴是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是夷狄之大利，不可易也。
今圣的广被天父匈奴。匈奴的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悲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八外城，省亭燧，今才足以后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为不可复霸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行伐之诸愚民由上犯禁，又况单于能避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上见官僚以至诸侯，所以绝臣下之凯誉也。设塞矫制，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将民本固匈奴之人，恐其私救逃亡。四也。晋西羌宝塞与汉人交通，利民贪利轻，告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事不绝。今霸城塞，则生慢一纷争之简无也。亡者从军多没不海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轻微。六也。右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终乐，无奈后望集合。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道贼劫侠群被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治。八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原野，或因山岩石木柴将落西谷水门，稍稍平之，足徒筑置，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必者不深虑其中始，欲以一切省尧术，十年之外，百岁之内，足有他变。障塞破坏，亭燧灭绝，当更发屯善治，累世之功不可足复。久也。如霸数族，身后望，单于自以宝塞守御必身。PG 1250。俄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害夷狄之隙，亏中国之故始也。非所以永持治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对奏：天子有诏，勿意罢边塞事。使车骑将军口谕丹。余曰：丹于尚书愿罢北边立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丹于乡穆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加之。中国四方皆有官粮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初未寇害，故民法度以专重心也。晋欲丹于之意，朕无疑焉。为丹于怪其不罢，故使大司马车骑将军加小丹于。丹于谢曰：余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与甚厚。初左一至自卫呼韩邪化计归汉，竟已安定。其后获禅衣至兹自伐其功，常泱泱呼韩邪疑之。左一至兹聚诸将其众千余人将汉，汉以为关内侯，十亿三百户，令配齐王应受。即晋陵中，呼韩邪来朝，与伊木兹相见。谢曰：王为我计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宁，王之力也得其可望。我是王意，使王去不复故留，皆我过也。今欲白天子，请王归庭。伊至兹曰：丹于赖天命，自归于汉，得以安宁。丹于神灵，天子之朝也。我安得利，既以降汉，又复归匈奴，是两心也。愿为丹于事使。于汉不敢听命，丹于故请不能得而归。王昭君号宁胡燕氏，生一男一徒智牙师，为幼日逐王。呼韩邪历28年，建始2年死。是呼韩邪必左一至兹兄呼衍。王女二人。长女专渠燕氏，生二子，常曰且莫车，次曰囊之牙。思少女为大燕氏，生四子，常曰雕桃莫高，次曰且迷须皆。常与且莫车、少子贤、乐二人，皆小子囊之牙。思又他燕氏子十余人。专渠燕氏贵且莫车爱，呼韩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车。其母专渠燕氏曰：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俄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安战斗，且莫车年少，百姓未富，恐复为国，
我与大燕是一家共子，不如立雕桃莫高。大燕是 PG 1251曰：前莫车虽少，大臣共持国事，今舍贵利贱，后世必乱。甘于卒从专取燕氏计，立雕桃莫高，曰令传国与地。呼韩邪死，雕桃莫高立，为父诸磊若低丹于。父诸磊若低丹于立，前子又至卢而王西邪屠奴侯入室矣。前弥须为左贤王，前莫车为左古里王，囊之牙司为右贤王。父朱磊丹于父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补居次，小女未当。于居次和平元年，丹于遣右高陵王一贤莫言等奉献朝正月。祭罢，遣使者送至蒲反。一贤莫言言欲将即不受我，我自杀。终不敢海归，使者以闻下公卿意，一者或言疑如故事，受其将光禄大夫古勇一郎杜卿以为汉兴匈奴数未边害，故设精爵之赏以待将者。今丹于躯体称臣，列位北藩，遣使朝贺吾有二心，汉家皆知，一异于往时。今既享丹于聘贡之职，而更受其不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德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驾令丹于出力，欲委身中国，谓之利害思。使一邪莫眼诈降以薄吉凶，受之亏得举善，令丹于自书不清。边吏或者设位反间，欲因而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取。而直则此成边境安危之源，失旅动静之首，不可不降也。故如勿受以招日月之性，亦诈宣之谋，怀父亲之心，便对奏天子从之。遣中郎将王顺往问将状，一邪莫言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归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见汉使。明年丹于尚书院朝。和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赐锦绣，增帛二万匹，恤二万金，他如晋宁时。父朱磊丹于历十岁，洪嘉元年死。弟且弥须立，为搜邪若低丹于，搜邪丹于立，前子左柱都韩王渠留司侯入室，以遣莫车位。左贤王搜邪丹于立八岁。元延元年，魏朝二年发行，未入塞。PG 1252，病死。必且莫车立，为车牙若低丹于。车牙丹于立，前子又于屠仇胆王乌仪当入室，以囊之牙丝。魏左贤王，车牙丹于立四岁，虽和元年死。必囊之牙丝立，为乌珠流若低丹于。乌珠流丹于立。以第二燕世子乐为左贤王，以第五燕世子于为右贤王，前子右古奴王乌低牙司入室。汉遣中郎将夏侯藩复校为韩荣使匈奴，实弟旧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领尚书事，或说根曰：匈奴有窦入汉地，执张掖郡，生其财木，见甘就与。如得之，于边甚饶，国家有广地之脉，将军显功，垂于无穷。根位上言其力，上直欲从丹于求之，未有不得，伤命损威。根即但以上直小藩，令从藩所说而求之。藩至匈奴，以与次说。丹于曰：切见匈奴窦入汉地，执张掖郡。汉三都位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塞苦，后望久劳。丹于宜尚书县此地，直断焉之。省两都尉士卒数百人，以赴天子厚恩，其报必大。丹于曰：此天子诏与邪将从使者所求也。藩曰：诏旨也。然藩因为丹于化善计耳。丹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怜父呼韩邪丹于从长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温偶屠王所居地也，未小其形状所生，请遣使问之。藩荣归汉，
后复使匈奴至则求。帝单于曰：复匈传五世，汉不求此地，置之独求，何也？疑问温偶图王。匈奴西边诸侯作穷庐及车，皆仰此山采木，且先父帝不敢失也。番邯迁为太原太守，单于遣使上书，以番求帝状文。赵报单于曰：番善称赵从单于求帝，法当死。更大赦二，惊喜番为济南太守，不令当匈奴。明年，世子死，归葬。父前子左于屠仇胆王姬刘坤入室。至哀帝建平二年，乌孙庶子卑元帝系侯人众入匈奴西界。后到牛婿，颇杀其民。单于闻之，前左大当户乌夷陵将五千骑，及乌孙，杀数百八，掠千余人，驱牛婿去。卑元帝恐，遣子驱。PG 1253。路未直匈奴，单于受以状文。汉遣中郎将丁野林复校尉公成因使匈奴，则让单于告令还归卑元帝侄子。单于受诏遣归。建平四年，单于上书院朝五年。时哀帝被急，或言匈奴从上游来燕人，自黄龙晋宁时，单于朝中国者有大故。上游是难知，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服躺，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黄门郎杨雄上书谏曰：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盛，贵于未战。二者皆为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系矣。本北地之敌，五帝俗不能臣，三王俗不能治，其不可使系甚明。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戒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是或七日不食。食其绝之，是食化之臣甚众，足其所以托者，是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愤匈奴，群臣廷议，凡快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既不曰快可斩也，望阿顺止。于是大臣全书遗之，然后匈奴之节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清报北边，后其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及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射马一只泉，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缴于遍地，匈奴绝之而去，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于之面乎？其后身为社稷之计，归辉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伏羲和绝大木，破真言，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单于孤眼，以临瀚海，鲁明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振部亦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且夫前世起了亲无量之费，亦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PG 1254。哉，以为不依老者不久矣，不战废者不永宁，是宜人百万之师，以摧恶虎之慧，运府库之财，填庐山之祸而不回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节心，欲掠乌孙，清公主乃发武将之师十五万骑猎骑南，而长罗侯以乌孙五万骑阵其西，皆制止而还。时先有所获，徒奋扬威武，名汉兵若雷锋耳。虽空行空返，上诛两将军，故北敌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待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洪恩普洽，而匈奴内乱，武丹于争利，日逐呼韩邪息，国规划浮浮称臣，然上机迷之，既不专制。自此之后，欲朝
者不惧，不欲者不强。和者，外国天性奋志，形容魁健、富丽。护气，难化以善，毅力以恶，其强难屈，其和难得。故谓服之。十，劳师远攻，倾国担祸，服师流血，破肩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未见抚寻，交接路仪，威仪抚养，如此之备也。往，时常图大宛之城，到乌桓之垒，探孤曾之壁，借荡解之场，爱朝鲜之瞻，拔两月之旗，竟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十之劳。故以离其庭，扫其闾，郡县而治之，云彻其卷，后无余哉。为北敌未不然，真中国之歼敌也。三垂彼之悬矣，前世众之慈甚，未亦可亲也。今耽于归义，怀宛城之心，欲离其庭，臣见于前，此乃上是之一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废，不得已者也。奈何惧矣？来燕之辞，书以吾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系。夫款儿，系之，时有恨心，复前言，原往辞归怨于汉，应以自觉终。吾北面之心，为之不可，欲之不能，焉得不畏大忧乎？夫明者，是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成仙于未然，即蒙恬，樊哙不复失。即门细柳不复被，马邑之策安所设，为或之功何的用武，将之威安所振。不然亦有戏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变者骨及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前王者屠西域，至车师，至城郭，东户三十六国，废遂以大万计者，岂未康居乌孙能于白龙堆。 PG 1255，而寇西边哉，乃以至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废时而哀一，臣妾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恶边盟之祸。书奏天子勿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丹于书而许之。四，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丹于未发，会并复遣使愿朝明年。故事丹于朝，从明王以下及从者二百余人。丹于又上书言，蒙天子神灵，人民盛壮，愿从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圣德。上皆许之。元绍二年，丹于来朝，上以太岁宴圣所在，舍之上林苑仆豪公，告之以家敬于丹于，丹于知之，加赐衣370袭锦。秀增帛3万匹，恤3万斤，他如何平时？既罢，遣中郎将韩况送丹于。丹于出塞，到丘突井，北渡车田卢水，道里回远。况本伐时，丹于乃给其粮，失其步还50余日。初，上遣季留坤随丹于去，到国复遣季留坤同母兄又大，且方与父入代。还归父前，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与妇人氏。是时汉平帝又太皇太后称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说太后以威德至圣意于前，乃封丹于令遣王昭君女虚卜居赐云入室太后，所以常赐之甚厚。会西域车师后王孤惧去胡来王唐都皆怨恨都护校尉将妻子人民王将匈奴与在西域船，丹于受至左谷里地，遣使上书言状曰：“臣谨已受召遣中郎将韩龙、王昌、傅孝、魏征父侍中谒者伯敞、长水校尉王摄使匈奴，告丹于曰：‘西域内属不当的受，今遣之。’丹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廉未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丹于有之，有犯塞者以状闻，有将者不得受。臣之父呼韩邪丹于蒙吾亮之恩，死遗言曰：有从中国来将者，勿受，折送至塞矣，报天子厚恩，此外国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香。 PG
1256。公，国己爵，蒙中国大恩，为王复婿，妻子完安，累世相继。已有以报厚恩。甘于叩头谢罪，执二鲁还复使者。赵使中郎。将王蒙代西域鄂都奴界上逆受。甘于遣使送到国，应请其罪。使者以闻有诏不听，会西域诸国王斩以示之。乃造蛇四条。中国人王入匈奴者，乌孙王将匈奴者，西域诸国配中国应受将。匈奴者、乌桓将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将王俊、王昌父、校尉真父、王寻使匈奴，颁四条与丹于杂韩封，复丹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谓约束封韩海。十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明因使使者以封丹于以尚书木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丹于从之，尚书言幸得被藩臣，敲了太平圣治，臣故名囊。知牙司今仅更名曰之。莽大说白太后，遣使者答谕后。赏四焉。汉既颁四条，后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明，无得赋与匈奴皮布。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则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御甲犯者皆随。往焉。乌桓惧曰：奉天子诏条，不当与匈奴税。匈奴始怒，收乌桓求豪，伏道悬之。求豪昆地怒，共杀匈奴使及其官属。收掠妇女马牛。丹于闻之，遣使发左贤王兵入乌桓，则杀使者。因攻击之，乌桓分散，或走上山，或东保塞。匈奴颇杀人民。屈妇女弱小且千人去，至左地告乌桓曰：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乌桓见掠者亲属二千余人持财畜往赎，匈奴受留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国元年，前武威将王俊律真父王萨、陈饶、伯昶、丁业六人多积金帛，重一丹于欲小以受命代。汉状因一丹于故应。故应闻曰：匈奴丹于喜，莽更曰心。匈奴丹于张，将律既至，受丹于应服，诏令上故应拔。丹于再拜受诏。一前欲解取故应服，丹于举业受之。左姑系侯苏，从旁谓丹于曰：未见新应文，以且勿语。丹于止，不肯语。请使者作穷庐，丹于欲前未受。武威将曰：故应服当以时上。 PG 1257。丹于曰：诺。复举业受意。苏复曰：未见应文，且勿语。丹于曰：应文何由变更？遂解故应服奉上，将律受。者心服，不解是应，饮食置业乃罢。又律陈饶谓诸将律曰：乡者姑系侯一应文，即令丹于不与人。如令是应，见其变改，必求故应，此非辞说所能拒也。既得而复失之，入命莫大焉。不如追破故应，以绝祸根。将律有语，莫有应者。饶厌是，果汉即引辅追坏之。明日丹于国遣一股都侯当白将律曰：汉赐丹于应，言喜不言章，又无汉字。诸王以下乃有汉言章，今即去喜加兴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应。将律氏以故应谓曰：兴是顺天制作。故应随将律所自未破坏。丹于宜承天命，奉兴氏之志。邦海白丹于之以无可奈何，又多得路仪及遣弟右贤王于奉马牛。随将律入谢，因上书求故应。将律还到左离汉王贤所居地，见乌桓民多，以问贤。贤惧。言状将律曰：前封四条，不得受乌桓将者，即还之。贤杨请密与丹于相闻，得与归之。丹于使贤报曰：当从塞内还之邪？从塞外还之邪？将律不敢专决，以闻。诏报从塞外还之。
甘于使用夏侯翻裘地有句汉语，后以裘税屋还不得应扣。越其人民，信由士生，众以应文改义，故怨恨。乃遣又大且渠、胡呼卢兹等十余人将兵众万骑，以护送乌桓为名，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闻。明年，西域车师吼王须至离谋将匈奴，都护旦青珠斩之。至离匈胡兰之将人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王将匈奴单于。受之，胡兰之与匈奴共入寇，及车师杀后成长，伤都护司马。复还入匈奴。时，戊己校尉陈良、中代司马丞韩玄又取后任商等。PG 1258，见西域颇背叛，闻匈奴欲大清，恐病死，即谋劫掠立足数百人，共杀戊己校尉刀户，遣人与匈奴南离汉王南将军相闻。匈奴南将军二千骑入西域营梁等，梁等尽胁掠戊己校尉力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玄上留南将军所梁带进至丹于亭，人众别至灵武水上田居。丹于号梁，带约乌桓都将军留居丹于所，数呼于饮食。西域都护旦卿上书言匈奴南将军又依至资江人众万级诸国，卯于是大分匈奴十五单于，遣中郎将令包复校，未带及将兵万骑，多积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使一出塞，又呼又离汉王贤、贤子登住三人至，则邪拜贤为孝单于，赐安车古车各一，黄金千首，杂增千匹。系几时？拜祝魏顺丹于赐黄金五百斤，传送祝登长安。马封包魏宣威公，拜魏虎牙将军。封即魏杨威公，拜魏虎贲将军。丹于闻之，怒曰：先丹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他。今天子妃宣帝子孙，何以得利？前左古都侯，右依至兹王呼卢兹及左贤王乐将兵入云中益寿塞，大杀利民。是岁建国三年也。事后丹于立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被万余，中被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利民，畜产不可胜数，原边虚号。莽星即位，护府库之父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将律，发郡国勇士，五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转委书。于边一满三十万众，奔三百日粮，同时食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韩邪十五子。莽将言犹见曰：臣闻匈奴未害，左从来久已未闻上士有必争之者也。后使三家州、秦、汉争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邦州勋王时，贤与内亲至于金阳、宁江，争之，进进而还。其是戎狄之亲，亦由文盟之事屈之而已。故天下称名，是谓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奔清凉，深入远。PG 1259，数虽有克获之功，胡哲报之兵连获结三十余年，中国霸号。匈奴亦创爱，而天下称武，是谓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亲民，立筑长城之故，延茂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覆海将近既完。中国内结以丧社稷，是谓无策。今天下遭杨九这比年饥，仅西北边尤甚，发三十万众，据三百日粮，东援海带，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记其道理，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俱居报。路师老谢弼是不可用，此一难也。边际空虚，不能付军粮。内条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记一人三百日时，用备十八。
胡，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饥时，加二十胡重矣。胡地杀，鲁多伐水草，以往是魁之君出未满百日，牛必勿顾且进。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波击府腹心叹，众不可胜，十倍饮水，以利四时，是有疾一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鲁徐遁逃，是不能疾。幸而逢鲁，又累辎重，如遇险阻，险尾相随，鲁要遮前后，为待不测，此五难也。霸用民力，功不可避力，臣服忧之。经济发兵移纵先至者，令臣有等深入庭籍，且以创爱胡虏。莽不听油言，转兵鼓如故，天下骚动。贤既受莽孝丹鱼之号，时出塞归庭，具以见邪状白丹鱼。丹鱼更以为于素质之侯，兄侯见官也。后诸病死，莽以登代助。魏顺丹鱼，燕南将军陈清，镇敌将军王寻屯云中葛邪塞。是时，匈奴数为边寇，杀律吏士，掠人民，驱畜产去甚重。武德鲁牲口，燕问皆曰孝丹鱼贤子脚数未寇。两将已闻。四年，莽会诸蛮，宜斩贤子登于长安市。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景，人民炽盛牛。马不也。即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祸，又十二部。PG 1260。兵九屯而不出，力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也有报谷矣。乌珠刘丹于历21岁，建国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谷。东侯须过当，即王昭君女伊莫居赐云之婿也。云常欲与中国和，卿又素与贤后善，见贤前后为莽所败，故岁月余而立贤为乌。磊若一丹鱼，乌磊丹鱼贤立，以帝于魏左谷里王。乌珠刘丹鱼子苏屠胡，本为左贤王，以帝屠其焉世子卢浑为右贤王。乌珠刘丹鱼在时，左贤王数死，以为其号不祥，更亦命左贤王曰护鱼。护鱼之尊最贵，赐当为丹鱼，故乌珠刘丹鱼受其长子以为护鱼，欲传以国。贤愿乌珠刘丹鱼贬见己号，不欲传国，极力贬护鱼。魏左屠其王云，当遂劝贤和亲。天凤元年，云当遣人之西河鲁猛至鲁塞下，告塞立曰欲见和亲侯。和亲侯王舍者，王昭君兄子也。中固都尉以闻莽遣舍，舍弟其都尉斩的侯萨使匈奴，贺丹于出力，赐黄金衣被。曾伯代言世子登在，因购求陈良、中代等。丹于尽收四人籍。首杀校尉刀护贼之因妻子以下27人，皆卸砍赴使者，遣除。为姑系王父等40人送赦萨。莽作焚儒之刑，烧杀陈良等。霸诸将律屯兵，但至游击都尉。丹于贪莽禄仪，邦外不失汉故。是然内力寇掠。又使孩之子登遣死，怨恨寇虏从左地入。不决。使者问丹于，辄曰：“乌桓与匈奴无壮侠名，共为寇入塞。譬如中国有盗贼耳，贤出力持国，威信尚浅，尽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凤二年五月，莽复遣赦于武威将王贤律伏案、丁业等6人，使宋右除为姑系王，因奉归前所斩世子登及诸贵人从者丧，皆载以长车。”至塞下，丹于遣云当子南大且渠奢等至塞营。贤等至，多疑丹于金针，因欲说改其号，号匈奴曰弓奴。丹于曰善于，赐应受。封谷都侯当位后安公，
当子男身位。PG 1261。侯安侯，单于贪莽金币，故取听之，然扣道如故。贤赦又矣。陈良等购金赋云，当令自差与之。十二月，还入塞，莽大喜，赐赦钱200万，积封案等。单于贤历5岁，天凤五年死，帝左贤王于立，为忽东而失。报高若低单于。匈奴谓笑曰：“若低自呼韩邪后，与汉亲密见。”汉室帝谓笑，目之故皆谓若低。忽东而失单于于季历，贪利赏赐，遣大且渠奢与云女帝当。于居次子西毒王惧奉献至长安。王遣和亲侯奢与奢等俱至至鲁。塞下与云当会，因以兵破邪，将至长安。云当小男从在，下得托归匈奴。当至长安，莽败魏虚谷单于，欲出大兵以辅。立之，兵调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并入北边。北边尤是坏败。会当病死，莽以其庶女禄代任妻后安公奢，所以尊宠之甚厚。终未欲出兵立之者，会汉兵诛莽，云奢亦死。庚始二年冬。汉仪中郎将归德侯萨，大司马护君臣尊使兄。奴受单于汉旧制喜寿，王侯以下应受，应送云当于亲属贵。人从者，单于于交未尊，萨曰：“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府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及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足以败而汉复兴，亦我立也，当复尊我。尊与相雅俱丹，于中持此言。其明年夏，还会赤眉入长安，更始败，赞曰：“书界蛮夷华夏，师称戎狄是殷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未患也。”故自汉兴中，严家谋之臣何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实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晁错，李武时王辉、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仁慈所见，各有同意，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晋身之儒则守和亲，戒纣之事则严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救匈奴之忠实也。自汉兴以至于今，况是利。PG 1262。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成事之矣，有威服而臣恤之矣，屈身易变强。若相反，是故其想可得而言也。习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心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曰：“结和亲，陆夷单于既已就安边境。孝惠高厚，实尊而不为，匈奴寇盗不畏衰止，而单于反以家交惧。待至孝文与通关事，既以汉女增厚其禄，遂以千金而匈奴数倍。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攻戎服。清御鞍马，从六郡良家财力之士，持射上林，讲习战臣，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故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名孝也。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由父欲守旧文，颇增其约。以为易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媒其义，与盟于天以兼其约，执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辗转，奈失重利和，奈欺上天和，奈杀爱子和。夫妇恋行路不足，以当三军之费，成郭之故。吾以异于真氏之约，而使边城守敬之民父兄缓待，质子焉卜。
胡马不窥于长城，而与其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书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为合于当时，而有缺于后世也。邦孝武时，虽征伐克获，而是马务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也。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900余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丹，于一折居留汉时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直乎？此不合当时之言也。若不治直，空曰和亲，世袭孝文既往之悔，而常匈奴无以之诈也。夫边城不悬守晋武略之臣修帐，遂被塞之惧，立长戟晋武之械，是无所以带边寇而误复练于民。远行货路，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曰：“而己胡马之不亏，不以过乎？”PG 1263。智孝宣之事，成武帝奋疾之威，执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己亡之恶，全时失宜，复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室，三世称藩，兵于汉庭。是时边城厌壁，牛马不也。三是无犬吠之景，黎庶王干戈之役。后60余载之间，遭王莽篡位，使开边隙，单于由是归怨，自觉莽遂斩其世子，边境之祸够矣。故呼韩邪使朝于汉，汉一其疑而萧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乎无常。”时至时去，一代以克礼，让而不臣。卢其后四顿逃窜服，始于中国，无畏叛臣。及孝元时，亦罢守塞之备，侯印以为不可，可谓胜不忘衰，安必思维，远见是为之明矣。至丹于嫌弃其爱子，魅力不顾，侵略所获，遂聚万计，而和亲路夷不过千金安，在其不弃直而失重力也。仲书之言漏于是矣。夫归世建议，不图万世之故，而偷视一时之事者，未可以今远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言犹论之当矣。故先王杜土中立封基，分九州，列五服，戊土贡，至外内，或修行正，或昭文的远近之事义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任，人而受心，其与中国书章服亦其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序，涉猎卫生，隔以山谷，拥以沙漠，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胜王禽受畜之，不与约事，不就攻伐约之，则废禄而见妻，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陈而畜也，是矣。外而不内，疏而不欺，政教不及其人，政朔不加其国，来则成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目义而贡献，则皆之以礼让积米不绝，使取在彼，盖圣王治欲蛮夷之常道也。 PG 1264。